六号次手势举起来，柯文哲一早来到新竹，陪同高虹安市场扫街，签名合照，来者不拒。他还半路遇上国中同学，以前高中的同学，以前高中的同学，简阳中，简阳中班同学，哇，太好了。简阳中已经在报名。同班同学，对啊对啊，我跟他很熟啊。前一天，韩国瑜才来帮蓝营林更人助奖加持，柯文哲再度南下，着重要跟选民把感情。我们家还有人哦，那请问你们家还有几票？我们家有四票。啊，那全部总共，你家有几票？我们家有三票。好，全部有四票。好，包起来，包起来。母鸡带队催票，如同小鸡们的定心丸。不过扫街扫到一半，我把您之前当面讲哦，讲到一退休我嘛赶快。我来讲，你来我讲的不好放心。放心。你好，那以我这种入门一定要标准，所以要不打击。我真正市场做侪人无爱行一条路，你知影？碰到民众陈情，柯文哲现场传授 SOP， 要高虹安多学着点。但针对新竹的选战，民进党立院党团总召柯建铭五号就发文痛骂高虹安寄生在鸿海民众党，等于无所不寄生。加上助理争议涉及司法问题，他也一概否认，还反咬抹黑。文中更直指，不管选台北的黄珊珊，或是新竹高虹安，选苗栗的中东锦，其实都只是柯文哲布局2024的垫脚石。想太多，那他把沈惠宏的选举当作他的什么？他在选一个傀儡吗？还是？所以这种，我讲我跟老柯其实还算是朋友，修马不后悔的，所以就算了。有没有把新竹当成选总统的地盘？柯文哲没有承认，只是党主席的故乡，怎么说都有不能输的压力，高虹安得要全力以赴。《镜新闻》综合报道。